呢個 show 其實係全香港第一個全部 knitwear 為主嘅 show 啦。係一個好有挑戰性嘅一個一件事啦，我覺得。參加呢個 show 啊，我覺得好好玩啊！今次咧係全部都係做毛衫針織，咁所以就同其他設計師一齊去玩一下啦。今次有一個特定的題目，就是要做 knitwear 嘛。其實很開心啦，因為今年是我第二次再參加呢一個 show 啦。我覺得即係 knitwear show 咧，就出邊比較少啲咯。咁佢覺得我都可以做得到嘅，咁我所以我又試下啦。但係我覺得每一次做 show 咧，喺整個預備過程裏邊啊，或者做嘅過程裏邊咧，我都係自己都可以學習到啲嘢咯。咁今次可以即係咁 focus 去做，即係又見到大家呢啲唔同嘅設計啊，即係我覺得好開心。我覺得每一次做 design， 我就好似開一個 problem solving 俾自己咁啦。今次其實主要是用個 military 嘅 concept 嘅。我個 collection 我主要就會用啲 3D 幾何嘅 element 組成啦。我嘅設計咧，通常都係比較女性化啲嘅。咁我今次咧就諗住都係繼續用我嘅東方元素啦。有個靈感咧係嚟自海洋嘅 creatures 嘅。我覺得今次嘅 collection 其實都幾多顏色嘅，對我嚟講。除咗喺 silhouette 方面啦。咁我亦都係採用咗一啲東方嘅 pattern 啦。我今次用咧就係一啲 metallic yarn 啦。咁喺結構上咧，我就會用咗一啲中國繩結去做一個織法嘅。咁喺從中預備嘅過程裏邊咧，亦都係有好多學習，亦都有好多挫敗。而家香港的 knitwear 咧，我覺得比以前發展係好進步得好緊要。其實香港個毛衫業都已經好成熟噶啦，咁而 knitwear 嘅工業喺香港同埋喺國內咧都係好重要嘅。咁隨著大陸有好多廠嘅 support， 同埋佢哋越嚟越重視自己內部嘅設計，我哋同內地嘅廠好近啦。咁同埋人才輩出咯，都好注重 knitwear 呢一方面嗰個技術啊，同埋嗰個設計方面，我哋同師傅嘅溝通好近，亦都可以好直接。可能如果你係知道原來可以做到呢啲嘢嘅話咧，你根本冇諗過你會設計。我覺得我哋嘅香港嘅 knitwear designer 啦，同埋新進嘅 knitwear designer 咧，佢嘅前景都應該係會好好嘅。咁我覺得香港喺中國或者亞洲發展咧，尤其是特別 knitwear 會越嚟越好。咁我哋今次希望就係譬如用呢個 show 去俾其他人認識多啲，但係當然都需要好多嘅學習啦。我哋 knitwear design 唔係話淨係識畫公仔啦，我哋譬如做咗好多新嘢出嚟，點樣可以俾其他人睇到咧 ？Hi， 你今日有著毛衫啊？著毛衫可以喺唔同場合著，著毛衫唔單止係時尚，仲可以俾到你好舒服嘅感覺。今日 Kids， 我哋聯同一班唔同背景嘅 designer， 有學生啦，有新進嘅，同埋有經驗嘅，一齊搞個 show， 希望你哋能夠欣賞到嘅才華。島正幸、香港の梅田です。我々は機械の製造販売メーカーです。我々は Kids の考え方に賛同しております。やはりその OEM で言われたものを作るのではなく、香港発で新しいデザインを起こしていくべきだ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我々のこの訓練に新しい商品を考えました。ぜひ皆さんここに来て一緒に新しい商品開発をしていきた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ぜひお越しください。Enjoy the show. En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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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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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once again, let's give all the designers a big round of applause. Hong Kong Design Institute, Octo Zhou, Holly Wu, Cap Chu. Olive Kong. Clover Chen. Would all the designers please stay on the stage for a group photo? Once again, a big thank you to our designers and sponsors for their support of our show and kids. We will have a cocktail party just outside the venue. For all guests with a cocktail ticket, please come and stay with us.咁多嘅 designer， 佢哋所做嗰啲嘢係好創新、好靚。我自己呢行業都要已經差唔多30年，我都覺得係歎為觀止。希望你哋有我同感。咁我要除咗多謝頭先 production house 啦，啲靚 model 啦，咁繼續多謝 designer 個個花咗心血喺唔係太長嘅時間，能夠做咗咁精彩嘅衫出嚟。咁啊，多謝你哋。咁啊，有牡丹嘅有啲綠葉啦，綠葉好緊要噶，冇啲 sponsor 去支持，啲廠家啊，啲毛料啊，譬如我哋講嗰啲印花好靚啊，大家睇見啲印花啊，咁冇呢啲咁嘅 sponsor 去支持咧，個 show 都搞唔掂嘅。咁當然有好多其他上喺金錢上支持嘅 sponsor 啦，好多謝你哋，多謝你哋。柴田正幸のメダルでございます。いつもお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平時咧多謝曬大家嘅照顧啦。呢一位係柴田正幸香港有限公司嘅總裁梅田旭人先生。我々は機械メーカーなんですけども、今回また新しい二台の、テクノロジーの機械を開発しました。咁應該大家都知道啦，我哋係一間咧製造機器嘅公司。咁我哋最近咧亦都有兩台咧新嘅機器咧啱啱到咗香港。昨日香港について来週25日から展示会をします。咁下個禮拜一咧就會喺我哋咧觀塘三樓 showroom 嗰度咧可以開放俾大家客户過嚟參觀。この新しい機械においてもですね、このテクノロジーをいかに使うかっていうのは私は非常に大事だと思っています。因為其實除咗有新嘅機器技術以外，大家點樣去利用呢啲機器咧都係非常之重要。
あのどんな機械でやっても基本的には売れる商品を作らなければ基本的にはただの機械です。因為梅田先生認為除了機器以外，大家有沒有能力去做出一些真正消費者覺得吸引的商品呢？這一點才是最重要的。まあ、この機会にですね、新しい企業を掲げていただけるのは基本的には香港のミートメーカーさんではないかと私は信じております。咁我哋都好希望呢，所有香港嘅厂家可以利用我哋新嘅机器、新嘅技术，将呢一个针织界嘅景象呢可以改变，令到佢更加活跃。多谢，多谢晒咁多位。三二一 ，Cheers！ 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美好嘅2010年。多谢大家嘅嚟临。我們一起拍了一張，再一次感謝大家的來臨，希望你們享受今晚，多謝你們，多謝大家。